目的是为了改善贝尔根铁路与峡湾的蒸汽船船舶之间人员、货物以及邮件的交通运输状况。弗洛姆铁路于1940年暂时开始启用，行驶的是小型蒸汽火车。1944年，铁路线完成了电气化，自1947年后，全部都是使用电来驱动的。Thank you.
大家，那一边在那一边，那一边那一边，那一栋那一栋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好，直接上车了吧？啊，火车站。